嘿，咱们这会儿在和田玉的早市啊，看地摊上的，这都是和田玉的，这多少钱一个呀？都五块，都是从这儿开始，从这儿开始我涨都五块。这5块钱一个，真便宜，这也5块啊？啊，这也五块，那领的也五块。哦，五反正块我的。的货都是我的价钱。青海料、鹅料，还有啥料？那前边的贵些，前边的呢？找十五，找25，找一个15，找一个15，找10块。15、25，10块。啊。行吧。这都是烟嘴儿啊。这烟嘴多少钱一个？这碧玉的，那就45。45，这呢？咱跟它是一样的价。哦，这都是45的。这小的咋挑的？这？小的相当就是5块啊。这5块啊？哦，那真便宜啊。这都是和田玉的。对。不是和田玉，行吧？这核桃多少钱一对啊？100对儿。这是乌龟吗？多少钱一个这乌龟？200。哦，这是独山玉的这。这小扣子多少钱一个？跟这一样吗？哦，这60，糖的要贵一些。手串多少钱一串？150。我看咱们这三绿。哦。这瘦多少钱一个？这是豹子吗？豹子350。350。行吧，哎，有烧皮的，有青花的，还有碧玉的啊，白玉的。这青花的貔貅多少钱一个？这350。碧玉这个熊多少钱？这450。这是锁头啊，锁头子。这锁多少钱一个呀？100块。青花的，这都一样啊。都一样。100。这小佛多少钱？那个260。260，佛牌啊，看着不错呀。这俩价一样吗？一样。260，这个行。这蝉多少钱一个呀？一鸣惊人，80。80啊，还没抛光。行吧。看这个了。貔貅，然后这。这寿星财神，这财神多少钱？130。这都一样吗？130一个。还有，这貔貅多少钱？这150。行。你看看。
这多少钱一个呀、啊？这？那样哈。啊。那30块钱一个，要多了就收。30块一个。嗯。那是手工的。那手工的。这种呢？这种的是35。这35。嗯。行吧。和田玉、青海料、碧玉、王口、唐的都有。这是牛吗？属于他输了他的桌具，他的铁条了。牛啊！都没见过你咋的没有家没事。这多少钱一个？那个，那150一个。150一个啊。这种呢？这小的呢？那30。这30啊。12生肖是吧？不全。不全。行了，这个叫这叫香囊吗？这是？这多少钱一个？这个？这个100。是这叫啥？金玉满堂。金玉满堂。不是新的香囊。这多少钱？这玉兰花。钱都搬你吧。嗯。多少钱？那是多，你当有搬这个。啊啊。这个80。钱都交吧。80。你啥时啥时干啥？行了。下去了，他们这不都搬好了？搬好了我，那我那如果说我们这，那不就是忘了？碧玉的也80吗？碧玉多少？碧玉钱。碧玉50。碧玉50啊，行吧。你刚才现在两去干两去，不当吃着了不累。人家一天能挣老两块钱。那五毒的手串儿。爸，你都这多少钱一串儿？早起他们去的早，七点去哈。啊。十一点回来，以后吧都是谁当三点去。120。6点都干啥？这个是60。是六十。这呢？200。是200。我可是要不耽误来。行。这虫子多少钱一个？60、80，这100了吧？行吧。手镯这雕花手镯，这多少钱一个呀？价格不一样，这宽的多少钱？买一个1000块钱。这个呢？700。700啊。这都差不多吗？这个嘞？那个1200。1200。那个银子最好的。好绿啊！这扳指多少钱一个？400。400。嗯，行了。这是紫钢牌吗？这多少钱一个？500。500啊。这价格不一样吗？嗯，价格肯定不一样。嗯，这种多少钱？这种200，都是。200。桃子。我知道。看着不错、啊。那个小米粥，这不错呀、啊，这。这金蝉多少钱啊？哪个？这个。那个要了600块。600。大清早去。哦。招财的。人生如意。这黄口的扇子多少钱？这个贵些，这个2000。2000啊。行吧。这是啥呀？貔貅吗？这是啥呀？这貔貅。貔貅。嗯。啊？多少钱一个、啊、这？啥时候了？啊。这自个是400块钱一个。这种碧玉的多少？这种是200一个。啊。
这个是五百。这五百啊？行吗？因为这是老六，你看没有，都没有帽子。哦哦。这个。行。这切不了啊。这多少钱一个的？这俩六百，这六百啊，六百一个，三百，三百一个，嗯，哦，这前头这片这嘞，这才两百一个，这两百一个，行，长得跟八件一样，这小板凳，这多少钱一个呀？对呀，一百啊。这价一样吗？啊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一百。一百三。哦。这核桃呢？多少钱一个呀？这。这也能成对是吧？这一对多少钱？啊？还得打电话呢，问呢。你大概多少钱？你说一下就行了。这个得两三百吧，那个料子好一点。两三百啊，行吧。不用问了，不用问。就是双欢嘛。这多少钱这？700块。哟，这个马不错，青海料的。这多少钱？800啊。嗯，看这个，这骷髅啊，这多少钱一个？这个？啊。450。四百五。那山料的。这个鸡骨白的狗啊。这多少钱啊？这个500啊，500块。白菜，那白菜多少钱一个？那黄的，1800。这碧玉的呢？绿的呢？2600。行吧，1800-1600。这牛多少钱一个呀？900啊，这一样吗？顶牛，还有一个这种牛，这俩一样吗？哦，行，挺好看。这小白菜多少钱？900啊。这龙龟多少钱一个？龙龟180。180。犀牛呢？300。300。犀牛。是这回哈，咱们在家里你看。哎。这烟斗多少钱一个？这。300啊。这茶铲呢，也是300。这咋？两百一个这种。这大烟斗呢？这得450。还有锤子。嗯。这挖耳勺多少钱一个？那这一户30，这一户70。这30，这70。行吧。这金刚杵多少钱一个？300。这里。价差不多。差不多。这要那要的。哦。这龙呢？龙1500。1500。啊，这些贵一些。都收吧，你们贵一些。这差不多价吗？认准收问啊。嗯，碧玉的呢？碧玉的呢？碧玉800。碧玉800啊。
行吧。这多少钱的？200。必须的。必须的，都收车了。200了吧，这都最低价。220。怎么多说？这种做的没下巴啊。这多少钱？这150。150。这样的话也能说。质量很好，我们找找一个。